动作巨星成龙下个月就满70岁啦。咁多年嚟，佢都一直坚持亲身上阵拍摄危险动作场面，所以外形同身手都比起实际年龄后生好多。不过近日就有网民分享咗成龙喺四川现身活动嘅相，见佢一头白发同一面白胡须嘅样，令人不得不感叹岁月不饶人啦。喺相度见到成龙睇落老咗唔少，大批内地网民见到啲相都好惊讶，话唔知点解睇到有啲想喊，系断崖式衰老。不过都有人话咁样系好符合70岁嘅状态，将啲头发同须染翻黑就回春啦。